XO 张艺兴近日在韩国开启 solo 活动，也在工作结束后开直播与粉丝们交流。张艺兴还连线灿烈，罕见的一起直播，让粉丝们都十分惊喜。张艺兴和灿烈还一起说了 XO 的问候语，两人透露他们一直在关注彼此的个人活动，也透露想要一起合作，让粉丝们都很期待，希望张艺兴可以再次参加 XO 的团体活动。但有部分粉丝觉得张艺兴脱离 XO 团体活动已经非常久， solo 打歌也是暂时回到韩国，要完整参与 XO 的回归感觉不太可能。但看到成员们彼此私下联络感情还是很好，即便有成员自己成立公司或是像张艺兴演艺事业重心放在中国，还是能让人感受到 XO 成员们的团魂。OK。